你们五点三七五降到五点一二五吗？对，你讲嘛。喂，你五点三七五降到五点一二五，你们这个风险是降多少嘛？你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要讲嘛。那我们怎么处理？现在这样，我们。因为去年是你们编列1亿9000多万嘛，对不对？那整个决算的时候是只有1亿嘛，我们都不希望天然灾害发生了，但是这个是实际情况哈。那今年我们编1亿4000多万，那我们尊重。主席，主席，派点位来插几步位啊？哦，你说风这个天然风险成本4%嘛，4%对不对？那我问你啦，天然灾害的呆账。大概都是多少？几%？你告诉我吧。天然灾害呆账啊，有多少呆账啊？过来有没有还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要算给我听啊？有没有？有呆账没有？所以我现在问你，你要从呆账里面才推算出风险成本嘛？